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13号，张医师线上课程。今天我们有实作教学，还有张医师的答疑，然后接着讲原始点手法，请张医师开始。我们现在因为理论也都讲过了，所以接下来的我们以实用然后实际操作为主要，那也慢慢借由这个平台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好，我们请 Lily 来主持吧。我们一开始要放一个柔软健身操的影片。
莫忘源头情如许，自你离他逐清流，更为子孙留活路。命运为歌，命运为诗，非常棒的柔软操，老师您要点评一下吗？啊，这个就好，我讲几句话好了。很高兴哈，我们的志工能够录下这一段这样柔软操。那我们原始点很重视的就是自救。那自救，尤其重病患者怎么自救呢？当然要懂得外力热源的应用，还有按推手法的正确性。那这一部分在我们之前实作上还有影片操作的影片都不断的播放，这个读者可以上网去看。那至于饮食方面上次也是推出食谱之后受到大家的欢迎，点击率也相当高。那我们一系列的除了内外热源以外，当然还有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那运动也是对重病患者一项很重要的自己锻炼的一个方法。那这一系列如果能够让这种好的影片拍摄出来读者就可以从中学习而获利，所以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柔软操好，那我就把我的感受列讲一二，好，就这样。2022年2月13日，实作教学与答疑。实作教学，按推手法点评。一，请问上背部第一点，可以这样按推吗？站姿的第一点，因为它是在颈肩结合处置里，它其实是在这个坡上，所以我从这边探过去的话，为了能够按到这里，我的身体就要特别的探过去。那这样的话，我其实我的这个斜向的这个压力是这样斜的，就感觉这个力量其实是下不去，就是说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深沉，所以我可能就会就是想请问说是否可以，我从这个角度，颈肩结合处这里，那如果说它的力量
它如果它不需要很大的力的话，那我跪着其实就可以做。如果它需要很大力的话，我可以站起来，顶在这里。对，这边也是差不多90度，然后也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推。那这样力度怎么样？那个小陈，力度非常好，非常重。对，这。请老师答疑。手法哈，其实这个按推第一点哈，早期我们站姿是用弓箭步，那弓箭步它第一个哈，身体哈，一定要往前哦，往外，尤其对侧的时候哦，这样才能够做到。那做到位是不是力量没有办法充分表现？我自己做事还可以的，几乎到目前还没有说做不出来的。那如果其他学员就是说，改变个方式，像刚刚哦这样的志工改变个方式来做，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为什么？我刚刚看那些动作哦，他顶得还蛮扎实的，哦，而且顶得扎实一定可以做到。但如果以方便教学的话，你看，如果为这一点，哦，然后采取这样的方式，当然在教学上，哦，这个就有一点比较繁复，而且两个点你就要跑两边。那如果以站姿，它是两边，哦，左右侧都可以同时做到。我早期就是，哦，研发手法的时候就是考虑方便性，那如果特殊的。要加强比如说肩部第一点，肩部也这个颈椎到最后一点，就是肩颈结合处，那你确实很多人都忽略了，那要再从这里再加强，我是觉得可以的，也就是大家一定要先把基本功学好，那遇到比较特殊的案例，你们自己觉得按不大出来。那这样的变招可不可以？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因为我刚刚看顶得那么扎实，应该做也是没有问题。只是如果要学，就是也还是要从基本功学。那这个变招大家可以参考就好。好，我补充到这里。二，请问肩部原始点可以这样按推吗？这个地方用坐姿的话，因为这个方向就不是特别那个舒服，可能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我觉得不如就是跪着的话，可能按起来会那么轻松。跪着的话，是的。哎呀，你觉得哪样会比较对舒服？对对，这个会比较舒服一点。那也跟他的这个体格有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这样做的姿势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肩部还是跪着做哈。比较到位一点。如果肩膀它需要很大力的话，那可能说就是把它侧过来，然后这个胳膊尽量伸到靠前一点。那这时候肩膀的这边这个原始点呢，它其实相对于这个失落者的位置，就跟按背部其实就非常类似。那我其实就按在这个骨头旁边，我这样做就可以了。感觉怎么样？比较尖锐一点，这样会量会比较大，是不对，是？量比较大，比较尖对锐。，OK，那轻一点，这样子呢？没有刚刚那个蹲着推舒服是吧？
对，没有这么没有那么舒服，对，没有那么舒服。但是这个按推的人好按推，对不对？嗯，对，我会觉得就跟按背部没有什么区别。最近有点胖，那我那对，那这几个点你感觉怎么样？啊，对呀，对，啊，这个就很明显。对，这样这个筋会特别明显。对，这筋比较明显，对。对，然后你如果说它痛点是偏里的话，你更容易按到；偏外的话，也很容易按到。嗯。如果是那个趴着的话，可能就是偏里面的那个痛点就不太容易找到。也很不错。嗯，我好像是下背骨这个问题。请老师点评。好。啊，这个提问好，非常好。对于肩部延迟点，我的看法是。第一个，确实现在的坐姿做不大出来，而且也不舒服，而且他那个手法左右他不是前后这个跟我们的手法前后是也是有违背的所以这个手法我也是不大赞同也很想把它废除。像在台北基金会，我现在在教他们的时候都已经改用跪姿了这一点跟这位志工提出来的真的完全不谋而合。我还是觉得跪姿原来的跪姿比较好所以大家在按推肩部延迟点可以参考之前的跪姿。那另外他说就是还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要按推深层的话，是不是就像影片要患者这样侧面这样来按推？我认为这个不是好方法，还是回归到我之前讲的肩部延迟点，如果要按推，好，要按推到深层，其实不用跪姿，只改用三七步，也就是弓肩步，用弓肩步，那蹲低一点，重心一点，压下去就做出来。那这个影片有没有？你们可以参考我之前，也就是最近放的腰椎。我有讲腰椎，如果你要按到深层的话，可以采用不要说蹲的，两脚张开蹲的，然后你要往深层，有时候力道未必能进去。那能够按到深层的，可以改用弓箭步。那这个影片已经有放，那肩部延迟点可不可以这样？可以啊，而且我记得我在台北有一个就是案例他50肩，大家坐很久就是没有感受不管跪姿也好，坐姿也好都没有感受。那我帮他按，发现他是在深层所以我就采用弓箭步。那弓箭步按下去，哇，他马上就感觉到那个压痛点马上就显现了，而效果也非常好。那这样当然是比较属于特殊案例但我相信临床上还是有的。所以肩部延迟点如果要揉到表层跟中层，跪姿应该就可以做到。那如果真的一定要揉到深层，也不要叫患者这样有一个坏处，就是你整个的在尤其初学者要抓点不容易抓那我们教怎么找那因为它的方向变了对于这些都会造成困扰。而且这样的姿势事实上还不是最好，因为你将来如果要就是能够按到深层，是靠身体沉下去把工具带下去，重力道反而可以显现出刚中带柔，不会给患者有压迫感，但却可以按到很深层。所以第一个跪姿我是同意的，那第二个部分要按到深层采用弓箭步就是如同我上次影片按推腰椎讲的我也是采取弓箭步，这个就可以按到很深层这两者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这个肩部延迟点我就补充到这里。张医师答疑。提问一，综合答疑。一，我想加入台北志工，认真学习原始点，请问什么条件下能加入？二，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打着原始点招牌，不知道真假，能否咨询您哪里有正规的原始点？三，请问在海南岛有原始点疗法培训班吗？四，您好，我们是湖南的，能够把大陆原始点的地址发给我们吗？五，请问大陆有基金会认可的原始点推广站吗？六，您好，近日查看不到佛山原始点，网页也找不到相关信息。七，我是哈萨克斯坦原始点疗法推广中心的负责人，想去台湾基金会学习，可否发邀请函办签证？请老师答疑。好，我们一条一条来答复。好，第一条有人想加入台北志工学习原始点，他问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好，这一点以前台北基金会在收志工好像很宽松，然后就要求几项啊，大家签个约啊，签就是你能遵守，然后再开几堂课就让他进来。好，那我发现时间一久，发现很多志工水准都参差不齐，所以我也开始整顿基金会志工。那我也跟台北志工就是说以后有人要加入需要有什么条件。第一个，他第一个一定要经过我面试，也就是我一定要跟他对谈。那我会问他为什么会来基金会，发心怎么样那这些都问完了发现他发心也蛮纯正，而且又愿意付出帮助人那这个只是第一关。那如果我认可而可以进来的话，那我还要观察，我可能会不会立刻教他们手法，我可能会教他们做福田比如基金会一些打扫打理的那这些工作一定要去做清洁工作啦甚至帮患者啦就是填资料，类似这样。那这样我再观察个半年到一年发现这个人品不错确实是真的发心纯正，那我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去教他原始点手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跑来基金会想学手法不管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志工，因为现在台北的志工我已经整顿一段时间了那现在留下来的人不多了那我也跟台北的志工讲，将来你要出去很容易你随时跟我讲一下因缘不具足了大家好聚好散可以离开随时都可以离开，但你要再回来就很难。为什么你之前会离开，现在又要回来？我也会问那问完我也会观察因为以前我在台北基金会待的时间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书。那这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就一直在基金会培训他们，所以我要求他们以后有人到基金会来要学手法，对不起，不教。直接上网看那我们原始点基金会什么情况下会教外来进入的？第一个，家属，就是患者的家属
他进来，因为基于患者很危急哦，或是哦，他有一些手法必须学，那让患者不要哦远程奔波哦，这种情况下，我会叫志工哦，教他们哦家属哦，让他们也学习原始点的手法哦，在这种情况下才会。那现在基金会已经啊，老实讲，好久没有再收新的志工了，而且啊。我未来因为在严格把关下，真正以后能进来的我想应该不多，但如果你是真诚想学而又愿意发心帮助别人，那时间又够，你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找个时间跟基金会投你的意见，那就是申请书，那基金会会传到我这里，那如果我觉得哎，写的还蛮恳切，而且也真心想学帮助人，那我才会约时间来面谈。好，我就回答到这里。那现在台湾的志工目前哦，台北我是正在整顿，那未来还有台中一处哦。那志工我感觉当然很多都是好，但也有一些早期。哦，就是条件太宽，好像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那未来这些我都会进一步再整顿，所以如果有心要学的哦，将来要进入基金会哦，不管是台北或台中也好，我想我都会给这样明确的答案，一定要我亲自审核哦，那我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心哦，要帮助人，这个很重要，选人很重要。那你们要学，我也认为要找对的地方学也是蛮重要。啊，如果因缘不具足，啊，也不一定要进入台北志工，因为现在网站我都把我的资料全部啊，尽可能的啊，详细的、完整的都放到啊网站去了。我建议。先从网站学吧，啊，那学了真的很有兴趣，也真的想帮人，再来考虑是不是申请加入基金会志工。好，第一点我就回答到这里。好，那第二点就是很多人啊，这个打着招牌啊，说是原始点，你们很难分清真假。啊，哪里是正规？好，这个要看到底真假很容易。第一个收费，有收费的就一定是假的。原始点我一开始就是说做公益，公益是不收费的。那也就是你啊，如果看到这一个已经商业化，或是他打着公益，但实际上已经在商业化，那原始点不。目前还没有走到什么要商业化，就是原始点强调是自救，所以教大家啊，大家健康自主权，大家自己去照顾。所以如果他开的大量在收取患者，然后就是把它进一步商业化，那可能都已经慢慢跟原始点也不大一样。何况如果是收费，那有一些打着好像是公益，但也慢慢商业化，大家力之所趋，那这个原始点我认为也不是我真心想要的。也就是原始点如果这样说吧，我上个礼拜也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原始点它我给大家的资料，或是在利用借用这个平台跟大家来讲原始点，包括应用还有理论，那这些都讲得很清楚。也就是如果听读者能够认真学习，你就不用打听到哪里去学原始点。我认为好好学，这样就可以学到。那至于我刚刚讲的真假，就看有没有公益
这是第一个辨别。第二，它是不是有大规模的商业化，就是只是一个经营，比如包括培训人，然后培训完了就出去经营那个原始点的店，也有很多人是这样，那教人家那培训说不定还收费，这样的也很多。那出去的一店一个店一店的开，那之前打着原始点，现在他们虽然不敢打原始点，但很多还是用的原始点的方法。那这个一看就能够看出真跟假。所以我也给大家最基本的分法，是不是公益，是不是有商业化，是不是在培训一些人，然后再开点，然后设点，然后再来收取患者，然后收取费用，这些大家这样认真一看就可以看出真假来。好，我就说明到这里。下一个，那海南岛有没有原始点培训班？我告诉各位哈，大陆目前为止，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所以这些培训班都不是我认可，即便有，也不是我认可。那你说哪里有，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建议，真的想学原始点，还是我说的，上网看我们的网站，然后我会就这些手法的问题跟大家聊。也就是你们真的想学，你们也可以借助像今天的这样有志工发问的，你们按推拍个影片来，你们真的很认真学，他也拍出来，到底这样按法对或错，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回答你的。那这样学反而更正规。那很多人在培训，其实他手法也未必合格竟然不合格，你又跟他学，学出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建议，如果真的要学原始点，还是我刚刚说的能够就是认真看影片，上网看，然后有什么不懂你在按推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懂，可以拍出影片来，然后再来发问。我相信我们有时间一定会帮各位回答。那至于第四点也是一样湖南有没有现在之前还有一些公益点，现在也都没有。那我想之前的公益点是不是就能够说代表原始点基金会的核心价值呢跟我们的理念都一致呢这个我是存疑啦。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做原始点是也许发心都是很好的，也想做公益那经过时间还有外界的诱惑说不定一段时间也变质了。那我人在台湾，我也没有力量去管那些那所以我对一些就是在大陆的原始点，目前我是不认可哪一个就是原始点基金会认可的公益点，我现在也不认可现在也不敢推荐我认为如果原始点将来的发展，我认为应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问题上网看，如果真的还是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你拍影片自己拍你是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详述说明，那我们可以借由像现在这种平台直接回答各位，那你们受益，别人看了也知道怎么做。我认为这样反而能达到原始点一开始就设立人民，也就是民众的健康自主权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借助别人。我常常跟患者讲，我说你把自己身体搞得那么糟，那你有种就把它自己搞起来啊，他不是没有走，他是没有方法。好，那你没有方法可以，你真的
有这种担当，你想把自己身体搞好，哦，不要再借助别人，那我们可以告诉你用什么方法，然后就可以达到健康，这样反而好，哦，所以，哦，我们一般不会再推荐，哦，说大陆哪个原始点，啊，至于以前的工艺我们也已经都慢慢划清界限，哦，所以，哦，应该不会再，哦，这类似的问题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的推荐。那如果真的病情很危急，哦，你们可以，哦，把你们的情况寄到基金会来，那我们会视情况，哦，是不是要在视频中，哦，就像我们讲课那直接就回答你们。好，这是第四点的说明。那第五点，请问大陆有基金会认可的原始点推广站吗？哦，这个刚刚我已经回答，目前基金会不认可大陆的任何一个推广站，哦，那所以很对不起，不然我们也不会推荐给你们。那如果有问题直接，哦，问基金会，那基金会能回答的，因为如果真的为数众多，我们会看比较危急的或是，哦，有紧急必要，啊，那我们是不是借助这个网站，哦，来，哦，跟你们联络。那如果没有那么紧急，就上课的时候就直接回答你们，啊，让你们得到你们，哦，想要的方法。那原始点它是一个推广，本来就不设定要，哦，成立什么大的组织啊，什么都不需要。原始点它只是要把方法推荐给你们，啊，让你们自己去自救，哦，这个精神很重要，哦，你们看我们书本上就有讲，原始点它不是医疗单位，哦，所以不会去帮，哦，你们，哦，想治病啊种种，但是会教你们方法。那至于你们要去原始点推广站，我相信应该是身体有什么不适，所以我想可以先看我们的影片吧。那目前基金会在大陆不再推荐任何一个推广站，那有问题我们会尽量在网站上回答各位。好，第五点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哦，至于佛山，哦，我刚刚也已经讲，现在不管佛山以前是不是公益点，目前以基金会的态度已经渐行渐远。简单的讲，佛山他在大陆我也管不到他们，他们所作所为也不需要跟我负责，哦，所以他们的网站为什么消失看不到我不知道，但是也佛山，哦，以后我应该也不会推荐任何人，哦，我刚刚讲的也不是只有佛山，任何的以前的什么公益点，哦，我目前都持保留一个状况，也就是那些都已经跟基金会也慢慢做切割了，哦，所以基金会也想不会再推荐，也不会去了解他们是怎么经营。所以佛山他们有他们的经营方式，但他们佛山又称原始点，是不是正宗的原始点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做法跟我们基金会的做法我实在很难管理到他们，他们很多的做法也许也跟基金会不大一样。那至于他们的经营方式怎么样我也不想再去了解，所以这些讯息我不清楚。那佛山也不是代表基金会，哦，这一点也请大家能够理解。那原始点，哦，也不会去个别去了解，哦，佛山有什么原始点，他们的经营状况或什么信息，或甚至其他，哦，武汉有没有，湖南有没有，哦，原始点不会去管那些，哦，好，这个第六点我就说明到这里。那第七点，哦，哈萨克，哦，有人推广中心负责人想到台北，哦，台湾台北基金会，哦，学习，那是不是可以发邀请函
办签证呢？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也不认识你，哦，那你千里迢迢要来台湾学，哦，精神是可嘉的，但是说实在，如果真想学，那在网站就可以啦。我现在已经说明了，哦，你们可以把原始点的理论都从头看一遍啊，然后学手法也是啊，我们的手法都有拍出来啊，那就不需要千里迢迢跑到台湾来啊，而且还要办签证，多麻烦啊，哦，浪费精力时间，哦，跟金钱不必要。所以如果你们真想学就上网看吧，那如果有什么疑惑，也就是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拍影片。那如果你们是真心为民众服务的，也是公益，那我们会视情况是不是进一步来跟你们联系，甚至把你们的问题甚至再借由这个平台交给你们，这个都可行的。所以不是一定人要来到台湾才可以学到原始点方法，也不必的啊。所以，哦，我想以后类似有这样，哦，要千里迢迢到基金会学，我看就不必了。真的还是以平台这个平台的教学为主，哦，好，那我这个第七个问题也回答到这里。提问二：大陆有很多公示点都已经是收费模式了，手法是不是到位，观念是不是清楚，我们都不知道，也不敢推荐。另外有很多病患家属想学手法，我们也不敢公开说，只要公开说，先来学习的都是那些开按摩店的。不能公开，这样能帮到的人很少，任由那些半班的都把人教坏了，带偏了，怎么做才能多帮助些人？主要是看他们都在教怎么开按摩店，很着急。他们教的越多，原始点就越乱，这可怎么好？请老师明示，指引方向。好，在大陆哈，从一开始我就想，真正就是帮助我去过的地方，全球都是一样，也不止大陆。我希望能够把好的方法带给这些国家地区的人，能够学到好的方法，他们就可以对身体有一层保，多一层保障。但是经过这几年来，我也发现这些半班教学的，或是用原始点的，到最后常常都会变质，经不起环境的诱惑，然后会找出很多理由，尽量把它商业化。所以有时候想一想，不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吗？原始点鼓励大家发善愿，然后来帮助这些民众，但是很多人培训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经营，就是想赚钱。那第一，他们开了那么多按摩店，就像这个说的，那他们教的越多，反而原始点越惨。理由很简单啊，因为他们的手法也未必合格啊，那他们教的可能都教偏了，然后又要收费，这个把原始点的招牌早晚都会搞砸的。但是我也很无奈啊，真的遇到这些，我人在台湾也管理不了那么多，那我想他们这样做对原始点，我当然我是不认可的，但也很莫可奈何。我记得早期也认识几个，就是在大陆，他们都跟我讲，哇，我这一生一定要推广原始点，看起来好像满腔热血，真的为人民百姓
哦，想做一番事，那最后看到最后，哦，就借助哦网站啊平台来讲原始点，哦，然后来鼓励人民去那里培训，然后进一步就收费了，那不就是在搞名跟利，都是这样的模式，甚至还有人，我讲难听一点，真的不知羞耻。我在这里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哦，啊，这里的资料，哦，全部都是有著作权的，哦，那他们还是有人还是把我现在讲完，然后就转剪接到他们，哦，然后就利用他们的网站在传播。那你剪接片段，你已经盗取我的智慧财产权，你连这个都不能遵守，你是在帮原始点吗？这像类似这种，不止开按摩店，我也看到很多乱象，哦，只要原始点好，他们恨不得就赶快成立一个网站，然后，背后又在卖东西。所以这些慢慢都会因为人心的不纯，然后加上利之所趋，那原始点要一片让大家看到正面的就越来越困难了。这样的乱象对原始点的推广当然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哦，所以，哦，但是，哦，大家我希望说，哦，能够避开这些最好的方法还是直接看我们直播，哦，那我们直播这里会告诉各位，哦，正确的方法，那你们既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唯有这样才能够，哦，让这些乱象慢慢得到，哦，一些，哦，改变，也只有显证，哦，才能把这些乱象整治，哦，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看这个影片，那，哦，至于他们要怎么开我也实在管不到，那这些如果他们做得更差劲一点，我相信政府也会去管理他们，我们也就不用多费心了。好，我这个就说明到这里。提问三，请问照顾重病患者，是不是不一定全指望手法，是需要耐心、爱心和信心灵活运用。有很多患者能健康起来，是义工们耐心、爱心照顾好的，不是我们的技术有多好，请老师指点。好，这里他的问哈，部分我同意，但不是全部同意。第一个，照顾重病患者确实需要耐心、爱心、信心，然后在这个按推与热言要懂得灵活应用，甚至包括我们重病的处理，哦，充分休息，哦，然后还要运动，良好心态，这些都要灵活应用。但手法重不重要？我跟各位讲，非常重要。尤其重病患者如果没有好的手法，他不能解症，不能解症，然后即使能解症，他不懂得，哦，要这个重病患者按完很快就会崩回来，哦，还要有耐心跟爱心配合，也做不出来。你光有手法没有爱心耐心也做不出来，所以他们是完全要结合在一起的，缺一不可。哦，我就举我这一段时间吧，我这一段时间在台湾这个已经差不多做了将近差不多三个多礼拜，我每天都开车一两个小时，开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为一个重病患者处理。那这个重病患者已经蛮危急的，也就是我会这样做，就是他随时都可能生命就结束，已经命危。在大失血之后，
是一个恶性肿瘤患者，他大失血之后全身都痛，也就是从头痛到脚底，然后身体继续，然后痛到又全家恐惧，也没办法睡眠。有时候这个患者他痛苦到辗转难眠，晚上可能只有睡几分钟而已，甚至都无法入眠。那家人也陪着他，也没有方法。啊，在又不幸的又就是完全失血，整个脸都是苍白的，在大失血后人已经奄奄一息，几乎落到只能躺在床上，也不大能转动。那这个情况下，你有没有办法叫患者到基金会来？也没办法，他们也不能移动，患者几乎已经只能躺在床上。那所以在这种危急情况，我相信如果没有给他们一些立刻解症，因为他从头躺下来头就晕，他只要稍微头转动他就晕，也不要起来。那人体有些肌肉又开始萎缩了，那有时候连呼吸胸都会痛，然后胃肠有时候又不好，然后腿也酸痛，我几乎全身，然后他会酸痛到晚上睡不着，那情况也是非常严重，没有一项是好处理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也知道只有全力以赴。我说如果没有人去帮忙他们，我看应该这个患者应该很快就会往生。那唯一就是让患者他们家属了解，一定要全力以赴，或许还有一丝的机会。那我讲的都蛮保守的，像重病患者已经到命危的时候，我都跟患者讲五分五分了，但是因为这个患者，我认为好处就是他很坚定，他也不让西医再处理他了，什么要手术化疗他通通不要，他就是一心一意想看看原始点有没有办法救他，那家属也都是同意的，在这样背景下，所以我想患者也无路可走了，那现在唯有全力以赴，所以我才会每天这样跑。那光他的头晕，我每次去按多久呢？他头晕那么严重，我光一个头部原始点还有枕骨下沿到颈椎，每一天都按两个小时以上，这样如此按了一个礼拜，他头晕才好了五六成，到了十天以后才好了七八成。如果头晕不改善，他又吃不下，一晕有时候胃又胀，那个这个晕对患者而言是恐惧的。那如果你没有爱心，你说你手法多好也解不了。好，那你有爱心，手法又不行，你也解不了症。比如说他按头部，我认为你看他也不能侧躺也不能趴着，只能仰躺，那你怎么按？所以我按他的枕骨，我开始都用前头法，枕骨下沿。本来我们是要用手肘，手肘太大力，他刚开始也承受不了，何况手肘一定要趴着做或侧躺着做，你才有办法做出来。那他仰躺你怎么做？这时候我就变通方法，枕骨下沿到脖子，我就用前头法握虚前，你也不能握实前哦，你实前一顶下去，那个力道太硬，他马上就觉得痛，你解不了症。然后就这样握虚前，然后手法很柔的慢慢顶进去，然后慢慢一层一层的解开那每一次我按他的耳后
还有枕骨下缘到脖子，这样按下来，我发现起码都要2个小时以上。你们有做过这样的患者吗？如果没有，我相信你们是没办法救他的，因为他一晕，他整个精神就不好了，他也睡不好，然后加上那个不舒服，让他产生恐惧，还有其他的部分呢，所以，把他的头部解决了，当天我去，几乎晚上也没有睡好觉，半夜还起来帮他按腿，因为他腿会酸到，也睡不着，那还是要按啦，我也是尽量，尤其脚踝那个足背部，都请全力以赴。那这样才慢慢让他稳定下来。那如果说你们有耐心、有爱心、有信心，但你们手法不到位，空谈啊，到了这个节骨眼，真的是无法解他的症。那我发现重病患者死都死在，当然我书本上有写，有乐人则生，无乐人则亡。真正死是因为他的症状。你们没有办法解除，没有办法解除，患者会恐惧，在恐惧的心理下，你叫他要有良好心态，怎么可能呢？所以你第一个，你一定要懂得解症。所以我这样一路这样做，我战战兢兢，即便我自认我的手法应该是绝对没问题，我是很有把握。但是光一个头部我就按了2个多，每天这样按2个小时以上。在第7天他头晕才缓解，到10天才稳定下来。之后即便有晕，那个已经都不会影响他的，包括坐起来站起来，要不然他躺在床上，那时候随时都可能挂掉。只要你一个症状没有办法解决，他就会产生恐惧，然后他就会睡不着，他睡不着就会影响他的精神，然后胃口也会变小，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又大失血，你说呢？随时有没有可能走？随时都会走的。所以这里我觉得讲提问的很好，你处理重病，为什么我说志工一定要严格筛选？遇到了这样，志工能不能全力以赴，然后以同理心把患者当作自己家人去照顾，然后既有耐心又有爱心，然后又能够因为你的解症因为学到很好让患者有信心。要不然你有爱心有耐心，你慈悲心是够，但你没有专业，你如果手法不够专业，你很难救。那一般我们的手法处理轻重症还 OK， 每次遇到重病，很多都没办法。远的我就不说，过年期间也是大陆我发生一件事，让我慢慢彻底觉醒，就是有一个患者，我也不要说哪个点，那个患者已经很严重，胃也不舒服，也吐血，我也亲自打电话请大陆看有没有人员能够帮忙。那这个患者影片我有看到，因为比我现在在处理的这个患者我觉得轻微多了。我那个患者根本不能趴，不能走，不大人已经 不能走动了，而且又在大失血，完全身体那个脸色还有四肢你看起来都是苍白的，完全苍白，然后稍微动一下，刚开始有时候会喘，在这么情况下，我认为我都可以慢慢把这个重病患者让他稳定下来。那这一个胃出血而已，我认为在我看法，当然也是属命危，但体力好啊，没有问题，他可以趴，然后按了又有效。马上有效，我那个是要按2个小时，它才慢慢有效。刚开始是这样，头晕我是这样处理，但是很遗憾，
他们按的时间不够，然后照顾哦，照顾的方法也没有参考哦，我的哦跟他们讲的，我叫他们饮食一定要注意哦，比如吃了一口要隔一个小时观察才能进食，他们不是一直喂，喂到又出血，所以观念也不清楚，所以这一件事情对我打击蛮大的。我说把这样的患者交给我们的志工，然后观念又不清，然后又没耐心按推，然后也不愿意哦，在这种紧急状况下，事实上是绝对有可为的。我说我现在身边的患者都比这个患者重，所以我觉得大有可为。结果很不幸，这个患者也没有被处理得很好，然后最后哦又辗转到西医，结果很快他人已经走了，时间很短，所以我很痛心啊。我说我在这里想帮助患者，但我常常那些我委托的，他们未必听我话，所以这也是我过年以后一直在思考的。我认为我应该跟这些人完全切割，因为他们天高皇帝远，根本做的勾跟我的看似都是原始点，但完全没有爱心跟耐心。他们有他们的商业的考虑，他们尤其在过年期间他们也很忙，其实我也很忙啊，但我过年几乎没有一天是过我正常的生活，都是为患者，我还是这样两地跑，没有一天是休息的，到现在都是这样。因为这个患者生命迹象已经稳定，他比那个出血的都还要严重，就明明还活着，而且生命迹象越来越稳定，体力也越来正在恢复中，但为什么这个人会走呢？不应该啊。所以这也就是我说的原始点，一定要有耐心爱心，还有观念也要清楚，这些没有你根本救不了人。然后手法，你以为这样按推稍微解症就可以处理重病患者，太可笑，不是这样。你手法能解症，你还要评估啊，你那个手法有没有柔哦，有时候如果太大力，有时候还会消耗热能，稍微解症你也不要太高兴，很快又会崩回来啊。哦，所以在这种紧急状况下，你能不能哦急人所急全力以赴呢？我看很难。他们讲了很多理由，我最后发现跟原始点的那个目标越来越远，所以我说以后重病患者我应该不会推荐到任何什么公益点，我以前认识的应该都不会。理由很简单，他们会不会照我这样做不一定，他们有没有他们的想法有，他们有没有观念很清楚我看很难，他们也不一定很进修，他们已经满足他们的现状。我甚至我都在怀疑我最近的讲课他们有没有在听，但是他们还是在做延时点，你又能怎么样呢？那手法真的到位了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备案。从外表看好像是延时点，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让我感受蛮多。我认为真正原始点要想救重病患者，第一个观念要清楚，这是第一个，手法一定要到位，再来还要发心存正，有耐心爱心信心。那你有了这些你就可以灵活应用，就可以愿意急人所急，然后替患者设想。那我就讲到这样。所以重病患者我觉得到最后都是因为不能解症，还有观念不清，这是操作者应该要负责，还有他们耐心也不够，然后只顾虑他们以后怎么经营，真的能承担我看也很少。
所以不希也请各位读者不要对哦，我以前的什么哪个公益点听说很好很好，请不要有太多的指望，健康要靠自己啊。所以我说就多看看我的原始点吧，哦，那如果手法有什么不懂的，记得看影片。那真的家人有什么重病，不要以为去的公益点那些都可以得救。我这一次看了我就感触很深了，我也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生命还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嘛。如果你觉得真的你很想学又一下子学不来，上网看很多观念你就可以厘清，然后说法如果不到位看影片，如果你拍一段真的很紧急，你们怎么推，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如果真的很急的话，我们也会想办法来回答你们。好，这个问题因为最近也在处理重病患者，所以感受蛮深，才会讲出我现在的感受吧。好，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提问四，起源。我妈妈宫颈癌，在医院治疗半年后，在2012年往生。我们一家在2017年接触原始点，内心激动不已，因为我们也有跟张医师一样的痛苦经历，每天循环播放原始点，弟弟靠看光盘自学手法。因为原始点涉及是大开关，手法是可以处理表层原始点压痛点的，也帮助了不少街坊处理疑难杂症，来缓解一时之痛。但当遇到几个重病患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啊，就是假热真寒症，一直没有办法好好解决。问题，因平时学习不够扎实，没有针对以上的问题来钻研，来突破瓶颈。现在父亲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家人心急如焚。父亲是多年糖尿病患者，我们明白原始点是不管这些异常指数，牙齿松动，现在没有一颗牙了，戴牙套。2017年学习原始点后，父亲每天煲姜水做保健，治疗前虚汗症咳嗽好了，但便秘及皮肤龟裂没有改善，因为这些病症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同时一直没有找到原始压痛点，体伤就一直没有处理好，现在是体伤及内热源不足，因缘聚合了，生出了以下这个恶果了。前几年我们发现父亲走路一瘸一瘸的，父亲说臀部不痛，只觉得有点紧，弟弟按推臀部没有找到压痛点，就当做异常形态了，不做处理，但是后来越发严重，病症是从臀部下方开始水肿，现在引发全身水肿，包括头部，请看附件图片。正常脸，水肿脸，父亲全身皮肤灼热疼痛，他说滚烫，大腿、小腹、小腿尤为严重。弟弟跟姐姐按推后，温敷最多5分钟，就无法接受外内热源，包括喝了重病配量的姜水，出现流鼻血一周的状况，所以停止补充。但一家深知重病需要补充外内热源为主，现在父亲也会强迫自己忍受灼热感，继续温敷半小时。如果要进一步温敷，就难受到实在睡不了觉，睡觉质量很低，
父亲只要一温敷，散步、运动，腿水肿的部分从很硬变软了一些，但半个小时过去，就恢复水肿状态，肌肉很硬，伴有肌肉撕裂感。水肿及灼热疼痛难忍，父亲到附近卫生小诊所开了一些药，水肿已稍微退了。也正因为全身的灼热感，小腿表皮是冰冷的，大腿及腹部表皮是热的。低温温敷，电热毯27度，膝盖都会灼伤，全身灼热，吸收不了内外热源。大冬天，衣衫单薄，晚上感觉太热，无法睡电热毯及盖被子，引发了其他一系列的病症。一，现在肺部受寒，产生像气管炎的声音，细细的气息声。二，胃口更差。三，肚子胀，但拉不出来，还是便秘，用开塞露也没办法解决。四，尿频尿急，半个小时一次，但没有多少尿。五，睡觉时换个姿势睡觉就会咳嗽等一系列症状，异常疲惫，体力进一步衰退，下楼梯也是战战兢兢。最近这段时间，加急补学习张医师网站线上直播视频，结合我父亲的实际情况，身体皮肤灼热，无法温敷及喝姜汤，身体吸收不了内外热源，无法解症，假热真寒。因父亲身体长期没有进展，而且还进一步恶化，开始对原始点也失去信心了，更别说愿意尝试到原始点中心调理。通过网站视频，2022年1月2日实作教学已答疑，总论，其中五荐椎腰痛按推讲解，知道灼热感是手法问题，是我们没有找到原始压痛点，没有更深沉按推，无法解症造成的。因为父亲身体异常疲惫，所以我们只能节选播放一些跟他类似的症状案例及理论视频给他，鼓励他。附手法视频，希望基金会能结合他情况加以指导。我们及姐弟深知重症患者调理任重道远，希望尽力调理陪伴您老的父亲，健康度过晚年。再次感恩基金会的及时指导，附上手法视频如下。你不用打电话，你不用打电话，找个吗？
请老师答疑。啊，我们刚刚看的影片还有患者的陈述，第一个，无疑的这个患者啊，应该是重病患者。那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面临热进不去，啊，他也不舒服。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解症。那手法就变得非常重要，就像我现在在处理这位患者，他也是啊，按推没有效，然后痛到哦不敢下床，然后肌肉萎缩，脸色苍白，体力已经哦大部分都失掉。患者看重病，就说还是要加强热源，但用到最后，他皮肤有些都低温烫伤啊。虽然低温也会烫伤啊，都好像烧焦了，皮都黑黑的。好，那所以像这种重病患者，你没有解症，你一直要求患者加强温敷热源，他很肯定是不舒服的，然后他会恐惧加深。为什么？因为他症还在啊，啊你温敷他又不舒服啊。那 这时候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整个看下来，按推整条脊椎都要按，那也不只要说按肩椎，但是很明显看最后这个影片，如果这里他的笔法是在比肩椎的位置，他按推的手法好像也不对，他手掌应该是要掌心向内，然后翘起来。那他不是，他整个就好像摊开来，好像在按臀部原始点这样，整个是伸出去。这样按法应该是很有疑虑的，这样按不到肩椎。那说按臀部也不是，他固定一个点在按，所以这个手法一看就知道太多问题了。所以我建议他要按推肩椎或臀部，我的光盘还有你现在拍的这两个影片，你同时都看一看，比对一下，你马上就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你现有的影片。那另外那个男生按的他整个身体都靠下去，刚开始是那个手都翘起来，手翘起来这个姿势是错的。按臀部手是不能翘起来，它是平平的放，但是它拿起来翘起来，而且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它整个腋下跟身体是夹紧的，那夹紧的它完全没有空间，然后又拿得那么高，可见它那个力量一定是蛮力，而且按推患者很累，他也会很累，然后这种手法按不到深层，然后表层因为都是蛮力压，然后患者怎么不但不能解症，而且会很不舒服。所以我也是建议他现在真正问题还真的是出在手法，那观念当然也有一些问题的。观念我就是说，你手法不能解症，你一直要他温敷，他当然受不了了。这时候一定要先改进，那手法慢慢推，不要急，就是我说的一个臀部你可以磨个一二十分钟就可以揉开了，你只要有耐心一点，然后看我的影片，然后尽量模仿那个手法啊，只要位置不偏差，真的找出来是位置对的，那这样就可以。我说他应该影片还是要多看，因为那个翘起来也没有90度，已经都小于90度，然后腋下又夹紧，这个完全施展不开来，赶紧看影片，然后看了再按推，可以大家再来讨论，看看手法有没有改进。那患者是不是因为你改进，然后症状开始解决了，然后热源也能够进去了？这个是目前最为急要的。
我也最近在处理重病患者，我说啊，其实我也感受到，像我这个患者，我们很多志工，因为他已经被我按了两三个礼拜，现在有一些志工只要一按推，他马上就知道他手法错在哪里。第一个，有时候太僵硬，哦，有时候位置不对，哦，他都会提出来。那患者，你看他被我解证的过程中，他马上就可以看出志工的问题来。那有没有哪个志工真的揉得很好？其实，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也看到志工的不足。真的，他们学了那么久，是不是手法都到位？很难呢。所以哈，我是建议，哦，不要期待别人能够给你哦指导什么，因为可能他们一些公益点啊，或是其他的地方，他们的手法也不是好到哪里去，都有可能。所以我的建议啦，我的建议，先上网看我的影片，然后好好把你现在拍的影片两个比对一下，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这样按，你们会慢慢进步。然后女生在按推的部分，我也有一点建议，我看她的手还蛮硬的，哦，你们的手都是有一点在用手在用力按，事实上手是不用力的，哦，它是靠身体的调整，哦，然后把工具带下去，那这种力量才能刚中带柔，患者才不会跟你对抗，要不然你硬邦邦一压，哦，他受不了，他肯定肌肉就绷紧，跟你对抗，你就达不到解症的目的，所以一定要先看我那个手法篇的姿势。好，我是建议这样啊，大概观念上哈，我说的，等你能解症，乐言自然就能进去，很多问题才可以一一克服。好，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提问五：我妈妈乳房正中长了肿块，一直在用原始点，不想让妈妈破坏性治疗。两年来一直按推，温敷原始点。原先的视频是患处不让按推，我就感觉热能进不去。看了最新视频才知道患处可以按。最近挤压按推了，前段时间有点出血了，但出的不太多。最近按了有点发红，整个乳房都发红。附图。然后按推就起一个个的小包，好像皮下肿了似的。最近按推，我妈妈说腋下抽了一个包，然后乳房中间挤出了点东西，感觉腋下那个包小了点。我现在不知道正中间那个乳房肿块是否影响到了腋下，腋下又长出来一个吗？为什么一按腋下那块周围都肿了呢？请老师再看一下我的按推手法有没有问题，需要哪些改进？附上按推视频。这里头都软多了吗？这不原先就是个硬嘎的，一软了它就往外冒了。你爸不连这嗷嗷跟我，他反正也害怕，怕严重他治不了。现在他要加大力度烤呢，对，加大力度烤一下午。我哎呀，真的，原先我让你烤一那啥，你完了，一烤一下午，晚上八九点就九点，不到九点我就烤到十二点，早上又起来烤。他也不从那个搁里头胀的呀，疼啊！
血水儿跟那黄水。被软多了吗？这不是。那这块摁特别疼，就乳头下面那块也有个包，然后摁的他就感觉特别疼，就不敢使劲摁。这两天还行呢，那些也不敢动了。那这个包里头是原先是可硬可硬了，现在有点软了，疼的受不了，心都崩，现在还敢上手了。这个顶上这个包原先可硬了呢，现在有点软了。疼吗？痛吗？不疼。这个疼，别的都不疼。这两个疼。这头。也疼。不像找的滋儿的。这个也挺疼。这头。谢谢。这有点疼。这儿呢？这个不太疼。这个也是。你先下。这个疼。这块有个包，它一摁压那个腋下，它就这腋下就有点肿。肿完还消是吗？第二天就消了。请老师答疑。好，这个患者哈，我的建议哈，不要用挤压的，就是他影片中哈，就是两手一直在硬，他的肿块的部分。一直在挤压，这个不是我要的。我们先就乳癌哈、患者来分，他有没有破掉？如果没有破掉，他只是一个硬结肿块，好像浮在肉上面。那最好就是沿着肋骨，就是乳房旁边，然后你按下去，按到肋骨，然后去找。周围有没有压痛点，而不是在肿瘤的部分，那个硬结肿块，它下面肉都软软的，你在上面这样挤压，不对的。原始点不是这样，而且原始点是找压痛点，而非
哦，每个地方都可以压，哦，这一点必须要做澄清。也就是像这种它没有爆掉，那我们是沿着它乳房侧面，然后再用我说的沿着肋骨按推进去，换处找压痛点。早期我有讲到，这样应该可以找到肋骨间有一些压痛点，换处是这样找的。那万一它已经破掉，那破掉就在破掉的周围找压痛点，按推让它血出来。然后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我上之前也有澄清过，就是尽量不要去挤压，挤压那个如果患者已经肿胀，你挤压非常的痛，如果万一患者又是重病患者，你一挤压他热能就消耗了，会引起患者严重热能消耗，甚至会有一些比如说头晕，甚至严重就昏迷的都有可能，所以我不大赞同用挤压的，一定是找压痛点。那压痛点像没有破，就是在肋骨下面，等于这个肿瘤的下面沿着肋骨间，然后去看看下面有没有周围有没有压痛点，这是第一个。那如果他腋下有个硬结肿块他下面因为都在表层嘛，下面也没什么肉，你要这样去挤去周围找压痛点也是可以的，还是要找压痛点按，而非直接就在肿瘤去挤破它压破它，而不是这样的方式，这个还是要声明一下那去找压痛点，有时候压痛点找出来之后按一按，它压痛点慢慢就改善了，有时候肿瘤就自然慢慢变小了。好，这个我就回答到这里。老师，我们今天答疑就到这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好，第二个主题是原始点手法。一，原始点手法。原始点手法的研发是为了解除症状，而欲达此医疗目的，手法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配合热源的应用，才能大幅提升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原始点手法包括按推位置与按推技巧，处理疾病则首重位置，其次才是技巧。辨疾病之体上位置，可通过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若有改善，此系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应按推原始痛点及温敷原始点。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此系患者体伤所致之症状，应按推患处痛点及温敷患处。如此诊疗才能达到解除他处或患处体伤所致症状的目的。好，这一段先把我们的手法目的还有它重点在哪里都有讲出来了手法非常重要，尤其这一次我在处理重病患者，我就感受很深，虽然重病患者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但你很多人像刚刚那个影片，就是他孩子处理处理他家人，你看他手法因为不准确，然后他一直强调温敷热源，即便他已经重病了，好像强调热源是没有错，但没有手法去辅助，他根本做不出来。
那重病之所以常常会死，我们说是热能不足而啊，到最后热能耗尽而死。但是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过程中，啊，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解症，然后体相影响到热能，像热能进不去，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那这样，啊，患者自然就慢慢，啊，那个情况就加重。所以我觉得哈，重病手法更要加强。大家别以为啊，轻重症比较重视手法，然后重病是重视热炎，不对，不是这样说的。其实热炎虽然重要，但手法你做不到位，重病患者尤其到命危的时候很难救回来。这一点特别跟大家讲一下。那手法啊，跟热炎既然要互相配合，所以它一定要经过诊断。那诊断，我们诊断与治疗都讲得很清楚了，先辨疾病轻重，如果重病以热炎为主，按推为辅；如果轻重症就以按推为主，热炎为辅，这样就能够达到治疗的安全性，大幅提升安全性及有效性，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下一段就在讲按推，我们看下一页，按推手重位置其实才是技巧。这个也标明出来，你要学手法，你一定要先懂得原始点，一条脊椎及脊柱它的正确位置在哪里。然后技巧也很重要，技巧如果你没有到位，学得不够好，那你处理轻重症还可以，到了重病，因为你的技巧不行，很可能你一按，第一个达不到解症，因为很痛，患者，又拒绝你，甚至到最后，就丧失信心了，所以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出来，我也看到我的患者，这一位他也是之前都经过很多原始点人按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没有找出他的压痛点在哪里，而且还说，哎呀，你那个身体很柔软啊，然后筋好像也很软啊。啊，没有问题的啊，那就是热能不够啊，如果痛啊，就忍受一下。结果患者一直忍受，忍受到肌肉萎缩，不敢走路，然后加上恐惧，然后一直在拼姜汤要用几斤去熬，熬得非常浓，然后浓到患者吃进去就拉肚子，那所以胃肠也变得不好。所以我去把它解症之后，那个姜汤，我也没有那么浓啊，是原来的可能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而已啊。然后因为他胃口也不好，也不需要补充那么多热炎，所以当我帮他解症之后，热炎自然就解决了。所以这里除了要重视位置，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把原始点学好，那技巧也相当重要。那技巧从哪里学呢？最好上网看影片，不要到处跑，然后哪里有培训班就去跟人家凑热闹，没有必要。我认为那个教的也没有，不可能完整的像我的影片那么详细。那你与其有更好的影片教学材料，你还要去培训，而且他们按的又可能已经不是我原来的那种方式的，你们也学不到最好的精华，所以我建议学原始点一定要看影片。好，那下面就有讲这是诊断跟治疗，如何辨体相位置。我像我那个患者，他腿痛，大家都辨到最后，因为按推技巧不好，都说按推没有立即改善，所以是患处体相。患处体相那就是在患处压，结果一压他更痛。痛到本来能走路便不能走路，那本来在用原始点，搞到最后原始点反而伤了人。那最近我一直在帮这个患者做，我就发现哇，很多学原始点确实是学偏了。然后诊断与治疗看似好像有读过我的书，事实上因为手法的不到位，所以
最后的辩证也出了差错。好，这个是我对这一段的补充与感想。好，我们看下一段。就位置而言，原始点可分成一条脊椎、颈部、上背部、下背部、肩椎部及其余七处部位，头部、肩部、肘部、手背部、臀部、踝部、足背部。每一处原始点都有明确的涵盖范围，共同遍覆全身。应用时只需知道疾病发生位置为何处原始点所涵盖，即可按推该处原始点，并从中找到需要处理的压痛点。其中脊椎两侧原始痛点找法的基本原则是，要领前面找后面，疾病位置躯干前面的疾病原始痛点，向背后相对的脊椎两侧找压痛点，要领旁边找中间，疾病位置脊椎两旁的疾病原始痛点，向中间的脊椎两侧找压痛点，要领下面找上面，疾病位置脊椎的疾病原始痛点，向上沿脊椎两侧找压痛点。原始点虽名为点，实则相连呈现，故按推时勿拘泥具体有多少点。在临床上发现各部位的压痛点，或仅一点，或有多点，或相连成段，甚至遍及全线，且由于原始痛点位置深浅不同，故手法不仅要清楚按推位置，还要配合按推技巧。就技巧而言，按推要先按而后推，且按推压痛点的力量需由轻而重，以测定最适宜的力度。原则是以患者略感疼痛为宜，否则过重有强烈疼痛感，则易造成伤害。太轻没有疼痛感，则效果不佳。按推每个压痛点约三秒，可来回2至3遍，但只要病重减轻或体力变差，都要停止操作，以避免过度消耗热能。重病重症者可一天按推2次，轻症者可2天按推1次，但法无定法，若病情需要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按推之力量、时间与次数皆可灵活调整。比如轻按急痛者，可先用外热源温敷，后用指腹或掌根缓慢轻柔的处理，等患者适应后再以手肘按推，适度增加力道，以达到由浅入深、解除病症的目的，故所花时间较长。又如急救，按推力量必须加重，一次到位，直至深层，以达到快速解症的目的，故所花时间较短。总之，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患处痛点，皆应以患者能承受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老师继续吗？继续把这一篇都念完。按推原始痛点之技巧，若要达到精准、均匀、轻巧，不仅涉及肘、拳、掌根、指节、指腹的力度、角度、速度、幅度等，还要配合身体姿势。
且施作时必须清楚原始点位置，故学习者一定要观看教学视频，并经合格志工多次指导校正，才能较熟练地掌握这套手法。然亦无止境，即便熟练者仍需精通理论，不可得少为足，自误误人。好，这一篇哈，我们来看哈，前面在讲位置跟技巧，那位置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那个人体图啊，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它的位置在哪里啊，这里都标示的非常清楚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那你在这个位置里面找出的压痛点，也不要拘泥它到底压痛点有几点，反正啊，这个位置你找找看啊，有可能一点，也可能两点，也可能甚至啊，每一点都在痛啊，所以一定要找才会知道。那你用同样的力道去找，不能有时候力量轻，有时候力量重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哦，开始平常就要练习。所以位置清楚了，然后再找压痛点，那个找压痛点就牵涉到技巧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就技巧而言，我们看下一页，再下一页，再下一页，是再下一页啊，一直下去啊，就技巧而言哈，啊，这里有提到按推要先按后推，且按推压痛点的力量需由轻而重，以测定患者最适宜的力度，原则上是以患者劣感疼痛为宜。好，这里要谈的，我们原始点都是按之后才推。所以我们称为按推，而不是推拿，跟推拿不大一样，很多人来就开始推了，然后没有压到压痛点。我们说压痛点找出来，那你那个压痛点在哪个位置，你要先顶进去，顶进去那个力道就是按。那按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身体。那你工具只要轻轻放着，然后再调整身体的姿势，那力道就可以由浅而轻，由浅入深，由轻而重，就可以达到这样。那到底这个调整这个工具力度什么是最适宜的呢？以患者刚开始，以患者劣感疼痛为宜，一定要他能承受，不要压得太大力，尤其很多人第一次开始尝试原始点的时候，你太大力按完，患者常常回去就痛到不行，按推的位置，那你又没有交代说按推之后要温敷啊，要舒缓啊，才能够减轻疼痛，你又没有交代或没有做舒缓的动作，那他可能下一次就不敢来了。所以我建议学原始点这个一定要先清楚。好，那再来谈由轻而重这个我常常提的，很多人都以为轻就是我力量用轻一点叫轻，那要重就是我出蛮力就是用力一点，工具再用力一点就叫重，这个是错误的解读。真正的轻就是你手指要轻轻放着，这样这叫轻了，这样有顶到那个位置，然后轻轻的放下去，然后就可以开始推了，这叫轻。那什么叫重呢？就是你放下去，患者感觉好像没有烧到痒处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痛，那你明明知道他有症状，一定有压痛点。好，那这时候你可以怎么样？身体姿势再调整一下，也就是稍微靠近前面啊，或是往下沉啊，把整个工具带下去，
啊，这个才叫重，而不是你手臂开始用力，那个叫做蛮力，啊，那个只有硬邦邦的力量，尤其对重病患者马上会拒绝你，然后你就达不到解症的效果，所以他的手还是跟轻一样，啊，那个手是没变，工具没变，啊，只是轻轻放着，然后开始调整身体的姿势，然后让这个工具很自然的就可以到达深层一点，这个叫做由轻而重，那到了深层，患者压痛点就开始有感受，他会跟你讲，哦，这样很痛，那这样我们就适可而止。好，我们看继续看下面，所以过重有强烈感，我说过会回去会很痛，甚至严重一点还会消耗患者的热能。那太轻没有疼痛感，那当然效果就不好。所以外面很多人在宣传，哎呀，我们有一套手法是完全没有压痛感，那你听一听就好，没有压痛感就不是孙思邈的阿斯泄，也不是原始痛点，这个肯定跟原始点就无关了，那种手法就达不到要解症的效果了。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那这里有谈每个压痛点约三秒，可来回2到3遍，症状减轻或体力变差都要停止操作。这里我要提的就是每个压痛点三秒，来回3遍好了，每个压痛点也只有9秒。那这个是提醒各位，因为各位刚开始学的时候常常就是力道太猛，那太猛找到压痛点又有兴奋感，然后一找到就一直想按人家，然后时间按了多久自己也忘了，按到忘了自我是谁了，然后把患者揉到很痛他都不肯放手。有些人在学习原始点就会这样，然后让患者害怕，所以这里也会特别提出来也是这样。那如果你手法能够就像我说的，懂得用身体的力量把工具带进去，那那种工具没有压迫感的时候，你由轻又能够慢慢深层的慢慢带进去，用身体把它带进去，不要说三秒，你揉个30分钟都没事，甚至就像我刚刚讲的，重病患者照理应该是以热源为主，但症状症你不能解除，他热就进不去啊。所以光一个头部，我刚刚前面有讲啊，我光按一个头部就按了2小时。你们想想看，你们可以做到这样吗？那这本书说写三秒来回3遍，那这样能解重病患者的症吗？当然不可以。所以到重病患者这个一定要懂得变化，一定要由轻而重，然后懂不要用蛮力。如果你能做到，你按多久其实都没有问题。就像我太太，她身体很虚，在安宁病房的时候，我是请4个人帮她按摩，按摩那个力道都很轻，24小时按摩，我发现她反而身体更好，然后身体也觉得，因为他都没有运动，然后靠着大家这样按摩，反而生命力更稳定。所以到重病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的手法有没有懂得不能出蛮力，然后要由轻而重，这个才是重点。好，那我们看继续看下面。这里特别提啊，重病到底一天可以按推几次？像我说的一个头部我按2小时，你说几次呢？所以这个几次是也我认为也没什么意义，反正他只要有不舒服你就是要想办法帮他解症，而且几次不是问题。你早上按因为可能他轻轻按就会痛，那你慢慢帮他温敷之后慢慢按，花一点时间，他的症就可以改善，
那如果完全没有改善，记得下午就可以按了，隔一个小时或怎么样再继续按也可以啊。我甚至就连续一直按下去，按个一两个小时也没问题啊。问题是你如果手法是蛮力，不要轻重症会轻者被你按到遍体鳞伤，重病很可能被你按到挂了都有可能。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书的时候分几秒钟还有几次，事实上真懂，你真的把学手法学到位，然后也真的够细心，然后都能以病为师，患者说很痛了你就不要再施力了，都能够这样做到，那我相信几次也不是问题，时间多长也不是问题。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好，所以这里说法无定法，需要患者能承受，那按推力量次数皆可灵活调整。好，继续看下面。那这里是举例的，轻按急痛，这里有讲，这个都我刚刚讲的，怎么调整身体的姿势，由浅入深，然后可以先用热盐，这里文字写得很清楚，我就不再重复了。那重症，来继续看下一页，如急救。他的按推方式就不一样，他可能一开始就要怎么样，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跟时间赛跑，这时候你身体还是要懂得用身体的力量，不是用蛮力，是身体直接沉下去，直接就透进去了，然后一次到位，然后到深层就可以快速来解症，这样的时间很短，不需要很长。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就是按推都要以患者能接受。所以我说，像我处理这个我现在在处理的重病患者，他就是被原始点，学原始点的人按到不能走路，本来他能走路哦。他就从患处大力一压，一压他马上不能走路，从此他就躺在床上好几个月了，这个都是要小心的，所以这里还是一再提，一定要以患者能承受，你才可以为之。初学者这一句话一定要记得，而且处理所有不管热源也好，按推也好，都要以这一句为最高标准。好，我们继续看下来。那按推技巧啦，要做到精准、均匀、轻巧，不仅涉及这些工具，还有它的角度、幅度种种，最重要还要懂得配合身体的姿势。比如他很痛，你按下去他很痛，你那个速度就不能快，就要变慢一点，这样患者承受度就可以提高，然后不能用手的蛮力，还要懂得身体要轻巧把工具带进去，这样才能达到解症。好，我们继续看下面。那所以这里是一个好像最后的结论吧，就是施作者他第一个一定要懂得原始点位置，然后你要懂得位置，又要懂得技巧，那当然一定要看视频了，那看视频最后你到底揉对或错，经还要经合格志工多次矫正，当然这样是最好，但是问题全球现在合格志工在哪里？我们也没有，因为我几乎很少去培训了。所以到底他合不合格我也不知道，现在各个工艺点他们的手法行不行我也不知道，所以大家也不要往外求了，就先从我的视频好好学，反而可以学到真功夫。好，我们继续看下面。那学了之后最好你自己也拍，叫人家帮你拍，然后再跟我的影片做比对，这样一比对你就可以
很快的掌握住到底你哪里偏差了，这样自我做修正，说不定还比去到处拜师学艺可能都还要好。好，那这个手法如果学到好了，最后还是提醒各位，你一定要精通理论。就像我这个重病患者，很多人的他是重病患者啊，结果他热源不够，你没有补充到，然后整体只是你看到局部的患处肿瘤的部分，然后就大力一压，结果就出事，他身体就垮下去。类似这种我们诊断与治疗，到底重病应该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轻重症要以按推为主，热营为辅，这些都是基本功，都要把理论读透，临床上才不会一出手变错，甚至不要说帮人家帮助人家的病症解除，甚至你还会误了人家。好，这是这一篇手法篇，那我就讲解到这里。那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张医师，谢谢。好，那我就离开了，大家再见。 好谢谢张医师，拜拜，再见，谢谢大家。